公众是人才了，一粒就明的老阿姐的。我知道。我就跟你吊起来打死，啥你要讲好？我是感觉你最近真平淡，再过来检查一下，看你店内有搞变有清气无？要哪无？开了变好安啦。你做啥？你才做啥？啊！我叫你去死，你要死无啦？
细目睭发白白，毋捌看过这个戆查某。你哪毋规日死死的啦？跳江来才敢作对。阿母，我无这个意思。无是啥物意思啊？哈！我叫你七鬼啊啦！你走来七道顶，你又皮筋骨旧啦！你总莫来修理。家子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而秀芝的恶行恶状更是在乡里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却没有人料得到一个阴错阳差的意外将会彻底颠覆秀芝和月英的关系，并且在石家掀起剧烈的风暴。小姑娘是要来陪我们的是吧？啊，弟弟，你退后一点。他妈的，你们这些不长眼的东西，连我的豆腐都敢吃！哎，去吃三枪哦！你莫当作你是做囡仔，我就唔敢甲你拍。兄弟，跑！叫啥名？你出头大，我叫你大来对付你。恁听详细，我叫吴美玉。而且是今年高中跆拳道联赛羽量级的冠军。哎，太古得冠军呢！卖动中走，跟他喝 Q 哦。
我最讨厌你们这种只会欺负弱小的人，有种就放马过来，我他妈的把你打得连你妈都不认得你。你给我走，你给我滚啊！欺三怕二的烂小弟弟，你有没有怎么样？哇，大姐姐你真厉害呢！我练了8年的跆拳道，还打输他们，丢脸了。哇，练跆拳道绝对不怕怕人，安尼我嘛要练。重要的不是你都会打架，而是勇气。我小时候也是常被欺负啊，本来也是很怕，但是有一次我鼓起勇气跟他们打了一架之后，我才发现只要你有勇气，谁都不敢再欺负你啦。谢谢了。要不过我比你较细汉，我怕没赢你啦。不要担心，你要相信你自己啊。好了，赶快回去，不要在外面乱晃喽。嗯。阿爸，嗯，我们也走吧。美玉，我们从比赛玩到现在，都已经早一整个下午了耶。我爸妈说过，我亲生父母就只有住在这附近，难得来到屏东一趟，当然要趁机会找到他们啊。是你有没有想过，都已经十几年了，搞不好他们早就搬家了，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嘛？或许他们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啊。走，再陪我找找看啦。啊，还要找哦。好啦，是物交损友。走啦，啰嗦啊。月玲，月玲，你来找我。哎呀，你是不是有搁外出叫啊？啊，就最近手气有较歹，无法度啊。哎呀，最好你啦，那你是唔通搁走一半呢？啊，欠200而已喔。我就跟他吃而已啦，卡多无啊啦。卡赢咧无啦。都算我抓到吼。今仔日我算真省的钱哦，减300，我让你怀疑是你偷摕啦。即卖呢，人啦、钱啦，拢给我赚着啊，你搁有啥物通辩解啊？爸母，这是我做手工赚的，我无偷摕啊。搁你个死啊，嘴背啊！那无就是去陪人困啊，唔只有200通赚。亲家嘛，你讲的嘛较客气啊，阮小妹是你的媳妇呢。我才无你承认你是我媳妇啦，我三代相无好乡啦，唔只跟你这个贼做亲戚。你讲啥个贼啦？讲屁啦，你啦！你这个老辈吃唔到赚啦，他就无钱变笨手啦。你讲啥个笨手？老查某啊！你讲话较客气，我叫人来看哦，谁人贪污人钱？你屁啊！别害我考考了，那你才叫我别讲。我别讲你嫌我贪钱，我钱啦，我你讲呀，恁啦。母啊，阿兄，恁两个莫安尼啦。你点点啦，来话说再讲啦。讲就讲，我惊啥？我一件一件处理。哼！阿勇进吧，这摆恁新妇头的偌济？1元还是5元？200啦，够300啦。警察先生啊，迄200吼，是我做手工去赚来啦。你若不信，你当去问阮家隔壁阿好进嘛。还佫另外300吼，我真是无偷摕啦。嘿呢啦，我抓着，佫抓变改。这200吼。一定是你对我遐一点一滴安尼偷来的啦！你才是你一定要甲抓起来。是毋是偷的？调查就知。警察把阿福婶找来讯问，证实了月英的说法，但秀芝心有不甘，仍然死咬不放，坚持要追究那3元的事，把警察搞得不生其烦。这是300啦，卖个啥，紧转去啦。哎呦，啊，都唔是因为这300的问题啦，迄是为着要讨一个公道倒转来。阿勇进嘛，你较明理好无？只不过是300尔，够有必要乱搞安尼？搁再讲，你够有证据证明讲，迄300是恁新妇偷摕？大人啊，我讲啊吼，我要告伊伤害啦。哎呀。
安尼啦。莫安尼，这个老查某啊，无代无志，甲阿兄塞伫弄边，弄到头壳安尼血水啊，渐渐滴啊。啊，万一阿兄老天弄死伊变怎？啊，无安尼啦，除非伊赔我5000块，无我就要告啊。啥货啊？5000块，想要怎啊？别想啦。这是你讲的哦，那安尼哦，我就要来告啦。啊，要告就来告啦，我就是你惊啥啊？好啊，你讲的啊，告啊，来告，你惊啥？我嘛甲你告啦。啊，来啊。你若搁吵吼，我着省你方外公务专将你抓起来，甲恁乖乖讲，互恁顶清一下。最后为了3块钱，秀芝不但被警员教训了一顿，还得赔医药费给铁牛，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秀芝当然又把一切的错都怪罪到月英头上，愤怒的秀芝将会对月英采取什么样的报复呢？我只希望想要知影，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而已。求你大发慈悲，会当让我早日甲因见面。
终于找到你了，大家都在客运总站集合好，就等你一个了，我们快走吧。好，走。你得好好听恁爸爸甲阿妈话，做一个乖囡仔，知影无？妈妈，你唔免惊阿妈，我以后会做勇敢的，我会阿妈讲嫁予你。妈妈，你莫走，妈妈。讲囡仔，大人的话忘光，恁囡仔唔捌。阿妈是你的师大。你别讲你，知影无？妈妈，你莫走，你若要走，我跟你做伙走，妈妈。妈，妈妈，妈妈，你莫走，妈妈。姐姐啊。我老婆要紧无？你母也是无中毒，身体嘛正健康，你免烦恼。无中毒，啊伊那阵我捌在咧听，阮检查的结果，伊身体是无啥问题。啊你若袂放心的，无我你母也加大一届。哎，好啦，多谢你哦。水魔，嘿，阿进啊，好用啊，才拄好啦，才拄到你。头家啊，啊你哪会来啊？啊，着我一个朋友拄好带伊啦，我来看一下。啊，对啦对啦，今日中昼吼，恁老母有去我的药房哦，买鸟屎药啊，我再向梅姨找伊吃啊，我都有带来。七块，啊，七块啦，麻烦恁老母啊，无用做药啥去啊？我老母去药房买鸟屎药啊。啊，敢无我老母电话也袂用啊？所以哦，才一直昏迷不醒。本院医疗资源哦，阁无够。
所以我希望恁哦，甲转去动物园。妈妈叮当，妈妈叮当，爸爸，妈妈叮当啊！郭玲啊！原本以为伤势严重的月英有了动静，医生遂建议留院观察，而美玉一直昏迷不醒，美玉父母担心她的伤势，所以急忙将美玉转院治疗。没想到日子一天天过去，月英竟昏迷了半个月之久。秀芝屡次劝明镜放弃月英，不要再继续治疗，但明镜都不肯，什么都不管，每天守在月英床前，让秀芝十分气恼。无啊，阿静啊，阿爹你规天就来这甲顾啦，阿姨也无起来，只要护士甲医生甲顾就好啦。迄店的是几月了的工课，要等你去做呢。啊，无你想怎？我咧讲你受听无？我真正想你气死哦！真正是糟蹋人。阿母啊，外日啊都已经变安尼啊，你也唔帮伊刷，你真正是切切甲一定爱伊死，你才甘愿了？迄是伊家做得来的。伊当初是卖准啊变较紧的哦，卖死皮烂肉硬要嫁你哦，暗着无这代志发生啊。回想起前尘往事，明镜不由得感慨万千。当年明镜和月英相恋，但明镜畏惧专断的母亲秀芝，所以一直不敢让秀芝知道。直到月英大了肚子，月英娘家上门兴师问罪，这段恋情才败露。九太太啊，啊恁后生甲阮小妈巴肚创啊这尼啊大，啊你到底是要怎处理啊？无恁是想要安怎？想要安怎？当然嘛是先摕一寡钱来甲阮小妹仔巴肚囡仔先处理掉啊，了后我摕一寡钱阮西门坊啊。无恁是要偌济啦？15万就好啦。啥货啊？15万？你想要抢人哟？不可能啦！15万你嫌伤多？恁后生算算计啥代志？15万你敢摕出来？我要法律见面啊！见都见，是你讲的。这是你讲的哦。我要叫阿姐，你若是答应，我就笑你看。快点，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月英以死相逼，终于能够嫁给明镜，但秀芝却因此打心眼里厌恶月英和她的娘家，打定主意不让月英有好日子过。为了对付月英，秀芝不但克扣生活费，还故意在油瓶、糖罐等日用品上做记号，规定每餐用量，如果多用了一点，就指控月英偷窃。月英啊，过来，你这个假小查某哈，连大油都要偷摕，你搁偷摕什么物件？等下你老头啊！阿母啊，我无偷摕啦，搁再讲。差钱呀！今天偷提豆油，明天再来偷提钱啦！阿母啊，这豆油明明就是煮菜用去的，你哪会安尼讲啊？吼、哦，你搁搞我硬嘴硬舌，你赔你上万元！不然你搁我讲讲我偷提钱？点讲几句啊啦！阿母伊无乱话讲我偷提豆油啦，我有啥秘密无乱的？阿母啊，那豆油唔值钱啊，你着莫计较遐济啦，即话外用个大巴肚。啊，可能啊，食较重咸嘞，啊，加欠寡，你着莫计较遐济啦。安怎？大腹肚着咧畅酒哟？好啦，你做咧畅酒啦，你着甲我保证讲哦，腹肚内是金孙啦。啊，若无哦，你着甲你总妈试看卖。好啦，别哭啦，咱老岁仔着囡仔是，你莫甲计较遐济啦，吼。
此外，秀芝更无视月英怀孕的事实，什么粗活都丢给她做，把月英累得七晕八素。最后，月英终于忍无可忍，和秀芝大打出手。袂用的啦，我要来帮阿母一个人住厝的啦。啊，是搬出去住，你也毋是我要等来看伊啊？哪讲搬出去哦？我早晚一天去互恁弟死啦。阿静啊，好啦，咱搬出去啦吼。袂用的啦，啊，咱若搬出去，店伫咧遮呢，啊，以后店是要安怎？面对民警姑息的态度，月英也感到灰心。从此之后，月英果真什么都照秀芝的吩咐。什么粗重的活都做，即使身体出了状况也不停止，最后悲剧终于发生了。喂啊，你总算清醒了，我做烦恼的呢。囡仔嘞，阿姐啊，囡仔嘞，囡仔，死呀啦！破鸡查某，靠生大巴肚在嚣摆。本来我搁问讲，看你会当替我生一个金孙的，结果生一个查某，搁死体啦。是啊，无可能，我明明有听到红眼的哭声，我不相信，我要去看伊，我不相信。梅儿，梅儿，别安尼啦，伊人搁死就有啊啦。阿姐啊，我不相信，你带我去看囡仔好不？阿母，你带囡仔去倒位对不对？你带我去看伊好不？阿母，我求你，我求你啦，阿母。好，你足烦的呢，阿公死就死啊啦，我甲爸爸困困下，等你粪扫堆啦，你若要看哦。去不上堆出来呀！生下死胎后，在这场婆媳战争之中，月英气势一蹶不振，此消彼长，秀芝的气焰也就日益高涨，对月英的虐待更是变本加厉，而月英不再反抗。只会以自残举动来发泄心中的委屈。不行啊，都是我不懂，我那个勇敢的，看待你的不开心。这是哪里啊？这是病院啦，你去回去半个月啊嘞。半个月？哦，我头好晕啊。我来去叫医生。医生，医生啊！郭玲啊，郭玲，郭玲。经过一番检查。医生告知月英已经没事，可以回家了。民警高兴地把神志还不太清楚的月英带回家，但他却不知道，他人生中最巨大的风暴才刚刚开始。进来！哎呦，出来，快！
子是啊，你跑到房间做什么？哎、欸，我是恁娘，我当然可以跟你困两床啊。哦，你这大色狼，你还想占我的便宜啊？我打死你！哎，不会啊，阿母的代志哦，我知是我误会你，我唔对，拜托你了，我为甚物你要生气啊？相信你嘛，你你臭男人！哎呦，臭男人！你来打跑了。总袂记你啊啦，不要紧啦，慢慢你就想起来啊啦。你他妈打啰嗦！你别出声啦！我跟你讲，你做梦跟你拼！你他妈的！新妇的代志，通庄仔头的人拢知影。你若一定要烧高，你的赢面嘛无大啊。嗯，
但是对啊，唔对，我是奉派的人呢，我下面阁无大。要过你嘛先去验伤，阁再讲，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款代志我嘛无好插手，上好是恁家己好解啦。要好解会使啊，除非你叫伊摕50万出来，我就甲阮小妹带倒去啊。你要抢人呢？50万，免想啦。啊无啊，法院见面啊。你，阿兄啊，阿母啊，你莫阁冤啊啦，有啥物代志好好讲啦。阿进啦。原因是你某嘞，你家己讲啦，看要安怎解决啦。我当然是希望把原因留我身躯边啊。真啊！你敢想要把迄个小偷留踮在咱厝的？你是无看恁阿母犯法时，你唔甘愿是无？阿母啊，啊，搁敢安怎讲？今仔原因会变成安尼，我爱负足大个责任嘞。我当然是应该甲照顾一世人啊。阿进啊，你娶阮小妹娶遮侪年哦，总算讲一句人讲的话啊啦。老查某，你有听的无？啊无哦，你摕50万来啊，你考虑看卖啊。好啦，好解就好解啦。最后，秀芝答应留下月英，并且在警察局签下了和解书。然而，月英还是疯疯癫癫，直说自己不是月英。明进只好顺着他的话，又哄又骗，答应第二天送他回家，才终于让月英安静下来，愿意进房睡觉。你看现在这个妈妈，敢那不是较早迄个妈妈呢？莫有白讲啦。我无白讲啊，较早的妈妈拢袂骂垃圾话，现在拢会啊。而且我最人相拍，敢那有连过呢？今日人莫想较济啦，妈妈就是妈妈，哪会分较早的妈妈佮现在的？睏啊。是安怎啦？爸爸，妈妈刚才在哭呢。哟，刚才你妈妈在哭一声呢，呀，起来看麦呢。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就算我爸爸妈妈碰到我，他还认不出我哎，怎么办啦？我唔知啊，你去跟阮爸爸讲，无找着阮爸爸，有办法咯。小弟弟，你爸爸他真有办法？奇怪吗？我亲奶奶。好吧。我知道。我不是要打你啦，我拜托你，你帮我恢复我原来的样子，好不好？我嘛想要甲你变你原来形倒转来。怀英啊，拜托的，你别去闹啊，好无啦？哎呦，我真正不是你某啦，我叫做吴美玉，家里住台北，今年16岁，我是来屏东参加跆拳道比赛的啦。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拜托你啦，你一定要帮帮我。天哪，我要大家真是弄歹去啊！编故事编到这么含，一定要带伊来去看医生，先惊相信你，我会来去看医生吃药啊，再去讲。好啦，啊无别个在哦，我才带你来看医生，啊问医生哦，看别个无啦。嘉欣啊，谢谢。医生告诉明镜，可能由于长期过度的紧张和压力导致精神分裂，月英才会幻想自己是另一个人来逃避现实。医生建议将月英转送精神病院做深入的治疗。束手无策的明镜只好转而向神明求助，想不到竟获得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答案。救命姐，伊唔是你的某，伊是一个住咧北部16岁的查某囡仔。先生，啊，你的意思是讲我某去互死咯？无唔对。先生，啊，是咱来安尼哈？对啊，我来莫名其妙走人身躯内底咧。这一切拢是上天依照你的心所做的安排。天哪、啊！我可没有许愿说我要变成一个30-40岁的欧巴桑哦。系啊，啊我嘛无甲天公许愿，拜托加我一步给我啊。冥冥之中自有安排，我只敢能甲你讲，吴美玉会来到陈怀英的身躯内，是有任务要做。只要任务若是完成，伊家己倒位，就爱倒去倒位。先生，你是讲我只要若任务完成，我就能顶去我家己身躯内底？啊，这任务是啥物啊？这都要你家己去体会啦。借由师父鸡童之口，终于证实了附身的事实。明镜认为，如果美玉附身在月英身上，那月英的灵魂应该就在美玉体内，因此马上带着美玉赶到美玉家去。然而美玉家却一直没有人应门，最后两个人只能抱着微渺的希望，枯坐在吴家门口守候。歹势啦，啊，阮有代志哦，要找迄五婆阿公，暗前去倒位吼。哦，老五因实在可怜咯，好好一个查某囝出车祸，变成植物人。恁两个阿公阿婆啊，想尽办法要甲伊治，一挂西客开了了，搁去共借钱，忍袂出来走路啊啦。变成植物人，比较变植物人，啊，那海阮外爷分别，唔得无伫个身躯个。啊，你变安怎啦？啊！你爸母也无伫咧，啊！我外口明暗才走去倒位去。你做啥？别安尼啦！我要离开啦！这是阮家，我要留在这里等我爸爸妈妈。哎，拜托的，你一个人住这是要生存啦！我又不是你老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啦？你不是我老婆，啊！不，你的身躯是我某的啊！我怕你后背病啦。啊无，甲我某身体变歹，到时伊来等来是要安怎啦？我不管啦，放开啦！你讲嘛，我对你无歹听。我管啦，除非你敢再等伊啦。你放开，你放开啦！快放我！你讲咩啊？你啥人要来通知我啦？我母啊，甲我娘啊，接我十多年啊，感觉还阁无够衰哦。你啥人要甲我母换掉啦？你哪样？
讲完啦，你讲咩啊？你敢无嫌我啦？我应啦，你等下啦。你讲咩啊？你敢无嫌我啦？你讲咩啊？拜托你啦，你敢无你来嫌我啦？你讲咩啊？我去上。后面大人大进啊，你等几号人？你考，你袂看就介绍哟。修修脸，修修脸。爱看就安看啦，规日路我先着不了的时间大笑话啦。无代志啦，无代志，无代志。你今仔日哭嘛不是办法啦。阿妹啦，你甲我讲好唔好？你甲我讲恁家到底要出什么代志？你爱听啊？好啦，爱听哦，我着做一摆讲给你听啦。明镜一股脑把秀芝和月英的恩怨全都告诉了美玉，这样夸张的婆媳关系令美玉大呼不可思议，而明镜的软弱无能更让美玉不敢相信。王金尚，你实在很夸张哎，这么大的问题你都可以熬十几年不去处理，哎，你是人忍还是笨啊？我是要来处理的。一个是阮某，啊，一个是阮老母啦，我夹伫个中啦，啊，为啥拢唔是啦？我是要哪做啦？我真的是没看过你这么窝囊、这么没用的男人。这件事还不简单？不管是妈妈还是老婆，谁有理谁就帮谁呀。这种问题都没办法处理，你老婆嫁给你哦，还真是有够倒霉啊！哎，你讲的是真简单嘞，哎，做石磨心在拖磨人是我，唔是你呢。你较敖哦，无你讲啊，要安怎处理啊？你记不记得那个师傅说过的话？他说我来到你老婆的身体是有任务的。如果是的话，只要我帮你解决这件事情，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我自己的身体。哎，你老婆可以回来啦。你想太多了啦，有啦，我想要拜托天公伯的吼，甲解决我的困难啦。啊，不过吼，天公伯的人才是要甲我斗三工，伊嘛我一个较厉害的人物啦，伊哪会我一个十五六岁的查某囡仔啦，会当创啥货啦？这还不够厉害吗？那比拳头某想要你厉害啦，啊，不过这件代志哦，不是这拳头某会当解决的。没问题的啦，既然哦。这是老天的安排，那我想他一定会帮我的忙，帮我解决这件事情。咦，那我就见招拆招，且战且走，有什么好怕了？哎，那呢意思是讲，你过你跟我倒转去哦。废话，不跟你回去怎么帮你解决问题啊？走了走了，给。哎，小谭小谭，阿兰微信讲要进前，转去了后哦，你唔让我老母知，你唔是怪样啊呢？好啦，也不过我嘛微信跟你讲清楚哦。我这暂时吼，记住是恁某尔，啊，你家有分寸哦，听来无吼，我着你好看。我知啦，哎，还佫有还佫有，啊，你是千万吼，唔通对我老母动过头无呢？吼，你拍人有够痛的啦，我老母遐领导啊，是袂堪要你噗嗤。你放心啦，只要你老母哦，卖心动就敢拍，我就袂拍人啊，我唔是老母啊，佫随便敢拍。啊，你我着放心啦，行。行。美娇，啊不不，我应该叫你过应该叫我冠希啦，哎，你无问题啦吼。哈，吴先生啊，你是照顾老十年的呢，嘿，就整个头闷闷闷闷闷闷到整个尾，听嘛听老告说，你放心啦，有我在哈，一切就搞定哈，安呐。哎，那我就放心啦，行。你都还没吵过呀。
来，婆媳之间就是最难解的习题，而剧中这对婆媳更是绝中之绝。霸道无理的婆婆秀芝用尽手段虐待媳妇月英，双方累积十几年的仇怨终于因为秀芝假装中毒陷害月英而爆发开来，夹在中间的儿子明镜无力解决，只能求上天帮忙。谁料一场车祸竟让一位高中少女的灵魂附上了月英的身体，冲动强悍的美玉和柔弱退缩的月英形成强烈对比，而不知实情还认定月英在装疯卖傻的秀芝又将会使出什么手段来对付他呢？一场看似阴错阳差的荒唐，冥冥中却隐藏着令人难以参透的天意。